百鸟朝凤这个翡翠作品呢，是为了纪念奥运会十周年精心打造的。这件翡翠摆件嘛，是由一整块春彩带飘花的缅甸翡翠岩石雕琢而成，采用的是天然宝石 K 金镶嵌以及喵金工艺精心制作，然后采用圆雕、高浮雕、镂空雕等多种手法。作品的主体嘛，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，鸟巢边嘛，在点缀着一群形态各异的小鸟，加上凤凰总共有18只，凤嘴凤冠，然后加上宝石元素镶嵌而成，以刘东、郑良东、施中颖、庄庆芳四位艺雕大师精心制作而成。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，他们呢只有7期1个月的时间，从选材啊到设计啊、定稿啊、雕刻啊、抛光啊、镶金啊，直至整个作品完美的展现。这个作品嘛，看起来大气磅礴，构思巧妙，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翡翠。